买牛排送的那个刀叉。这个是前两天西瓜视频给我们发月饼，然后也寄了有一套这个叉子，吃牛排用的。哎，小饼哥，小饼哥，打掉！我那个小乌龟的，他嘴巴都搞到放羊嘴了，小饼他这个没有枪。好袖珍了那个口。哇，是香的那个。哦。好不用翻面啊。没有时间聊，我跟你说。要四个火到了，然后倒好了，这回要翻不？他这个是翻一面的吧？你看，他煎的那个镜头好香啊！来，我把它翻一面还是？你看嘛，啷个倒成那个样样的呀？是不是要花几刀来煎喽？哎呦，可能他拿刀来。拿刀来，拿刀来。其实，你看锅子在，木盆儿在那儿。只要酱不加。不要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哈哈。好好吃啊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好吃吗？妈妈，那个锅上有酱。你那不是酱吗？我说那是番茄酱。终于吃到一口牛排味了。哇，我来了！关键是我没得刀啊，那个怎么办？来，我给你划。来吧，给我划，你这儿我给你划小，划小。尝一下什么感觉？哇，好吃哈。嗯。我也是关机。难怪那天要去吃牛排，那么好吃。我们基本上包了四天。全部解决，要得不？要得不怕吗？四天。嗯。要不得哟。要得呀，要不得。那过几天吃啥子啊？过几天吃啥？你过几天还想吃啊？嗯。好，还给你一个刀。拿来。妈妈，你看我快吃完了。嗯。还没。我给妹妹弄两块。我觉得像我那个吃是没灵魂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那个吃有灵魂呀。我那个吃没灵魂，筷子。哦，不，只要你吃，管它有灵魂没灵魂。还蛮有道理，不晓得不？我不喜欢用刀。你不喜欢用刀啊？别拿过来。太麻烦了。你不喜欢用刀啊？你晚上你都把刀都拿起出来了。嗯。你不要了。受伤了起来，我觉得。我没伤，快去煎两块。拿过来，你要煎一蒸饺。我煎饺。好嘛。多煎两块哈，你还要不？要。我也要。我要到处睡觉。他吃了就睡觉。来，小肚肚。耶、yeah。